来吧来吧，但是他是急完清了，我们还没弄好，真的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个真的是 OK 了，真的哦，真的超大两甲哎。阿土到底怎么办到的？这么大，就主要是很难走，不然我们应该会很快的。下次我们要接受委托的时候，一定要看他地越小，要先问清楚说你有几甲地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